哎呦啊，小鸡鸡！穷人替人类，原来男孩的小鸡鸡可以露光吗？才会给出。谢谢你，就是个弟弟。谢谢你，哎呦，你个弟弟！炸！举报了，嗨，视频都没被举报都能过审，我干哈被举报？耶耶，玩个屁呀！玩不玩你们到底？先查个眼儿。致命点呀！死！你俩的还追呀？这个蓝枪，我说实话，他挺不怕死。他这波还敢跟我打呀？这没死，兄弟。哎，我不放 E 好了，其实我应该 QW 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个兄弟问我为什么不先 E， 你想一想啊，刚才蓝枪追我，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解释了，拉倒吧，我也累，解释的也累。自己体会，啊！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累得很，算了。你说解释不清楚啥的，无所谓了，我已经看开了。旧伤愈合以后，这波这个瑞文是必死的，因为我已经升六了。无论谁来，啊，如来佛，他也得死。这波他是必死的，塔下，我们先把药吃了啊。他是必死的。
穿成塔。走，厕所回城，查个眼，看看他的动向。先来个皮孩，算了，反正这波兵我也吃不着了，我再等个十块钱，我决定这把出兵权了，我先整个蜡石之牙出兵权。螳螂五级打六级，嗯，我将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哎呦，我乱退级。有点烦，我预判位置稍微差点意思。哎呀，这700没拿走，我靠！当我的兄长赐予他们火焰，他们就忘记了自己血液中原本的异火。你咋的呀？我掏你，你有脾气呀？哎呦我操！你干来！该呀！给我杀！越打不过，完了。我都知道打不过，把蜡石之牙出了，先秒他们家一个，另外那两个肯定打不死，因为他俩没有伤害，只有我有伤害。他咋跑的那么慢呢？我鞋没了呢，我鞋呢？我没出血吗？我的血呢？我卖了吗？我没卖呀，我记得。再推一波吧。别追！哎呀，好难玩啊！完了，那嘎里奥走一半他妈跑了，我操，你跑啥呀？哎呦我的天，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他就不应该信他，我可以来。能打死不？能。哎。整个破蓝枪，这还能无敌了？我天，给他狠的！
三路炸呀，我一看。让风暴追随我的脚步。蓝枪别来就行，啊，蓝枪这波最好是去下路。他咋杀的？连电连死的呀！我109点法强呢。A 小兵连电连死的，先来个冰拳，又一点的吧嘞。又大又肉，嗯，哎，我不出冰拳，我来这个的吧，这把我来炼金罐儿。亚索是吧？亮牌是吧？啊！你给我亮牌！我他妈操你猴子！亮牌！小王八犊子！你再给我亮一个！没有忘记他们。快跑，兄弟！啊，这波大的还可以啊，人有点多呀。先把这瑞文给我咬死！完了，这亚索挺猛。亚索给我们吹了三个人起飞呀！哎呦，我就差一点点就能有大了，有大就能杀蓝枪。别投降啊！用不着投降，对面的阵容并不好。其次，他们家的英雄啊也不厉害。嗯，别急，慢慢来啊。我们家很幼的，没关系。你能不能给塔放个盾？你给塔放个盾行不行？你给防御塔放个盾呢？这亚索一共就一个小破绿叉的，没装备。而且他们家龙也没有，并且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一个问题啊？我们家的这个螳螂比对面蓝枪刚才等级高一级，你们可能没注意，给了一条龙，给了就给了吧，一条小破龙，不行给就给了，别死了啊！你要干嘛呀？该呀！没打过。该呀，没踩着。
完了，这波我们杀瑞文啊没杀了，中路还没了，队友还死了，很难办。哎，他怎么有闪现呢？这一波我披挂着雷霆再次崛起，我要这波把他杀了，高地掉了，我应该也能拆个二塔。狂风呼号，只有蠢货才听不见战斗的召唤。得了，给我杀乌鸦！耶耶耶耶！哎呀我操，夸抓客，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哎，把下路塔拔了，来，我们出个本奖啊！雷暴也是应答，别急啊，那不行，这边有瑞文。好，蓝圈把技能都用了，我们试试看啊！哎，打不过，快跑！要射死我！哎呀，切！差一点点，没打死。哎呀，这波没回家呀！别一波呀，求你们了，别一波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可别一波啊！给机会了啊！呀呀，金身有点烦呐，先杀那亚索啊！炸偷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给我杀！先守家。不行了，人家家赶过来了，他妈车轮战，哼，不行了，加一把吧。你回家出来，正面能打赢了都，放马屁，正面能打赢了。你叫正面啊？那39-19，你咋那么牛逼呢？正面能打赢？